八戒 SGSW， 我写我的歌，中文歌曲创作节已正式启动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年创作大师班的导师之一，刘正豪 Roger。我是许昌德。就是有目标的活着，这个目标是什么？赚钱也是一种目标，帮助别人也是一种目标，被帮助更是一种目标，是一种生活的营养剂。不管在我开心或者难过的时候，我都会希望把对生活一切的体验还有感受放进我的音乐里面，这样会让我有活着的感觉。创作的窍门是什么呢？把过去创作的经验消化成新的样子，窍门就是创意，你一定要自己去找。建议你要去听大量的音乐，更重要的事情，你得去唱这些旋律。当你学习够多的旋律之后，它会进到你的血液里面。下一次你想要创作的时候，也许你随口哼出来的旋律就会是很棒的乐句。千万不要因为不满意而急着打枪自己，希望你勇于的提交，因为每一次的提交都可能是一次成长，甚至是成功的机会。SGSW 2024，你的作品呢，应该让全世界都听见。未来的流行音乐推手，也许就是你。我写我的歌，你呢？